这些查某真正是无简单吼。想搞同我做领导的，小海，你利用治疗的名义，把我拐进疗养院。阿英特刚跟我打，跟我淋敌，跟我苦毒，阿英照三顿跟我电，害我失智的状况愈来愈严重，我甚至还走去弄病，我才我都确定我今麦人到底是死还是活嘞。妈，我叫你一声妈嘞。对待我，你哪能来对待我？不是安尼，不是安尼。迄个时阵，你心地不清，是不是记唔对啊？我最后一次得走，去拄到李静蓉，伊甲宝珍阿姨收留我，照顾我。因我身体无去受到任何的摧残啦，慢慢啊恢复正常。你着今仔恢复正常了，会去拆破你的假面具。就伫咧我甲李静茹去溪仔边的时阵，佫一摆想要对我下手，设计一场意外。姐姐，姐夫。恁两个是我感觉上意外的人，我一直拢把恁两个当作是我上亲上亲的人，结果恁跟妈同款，拢是一路灰色，拢希望我死，拢想要霸占阮爸拿我的织田集团。阮动用几啊倍的人力，无眠无日的找，这就奇怪了。我明明是伫我山的所在用围攻。后来我掉秤，失去意识，我人就伫咧溪仔内啊。是安那？你嘛会认为我人就真正伫咧溪仔内？因为何必找无人？还是讲，恁根本就知影我的尸体用等咧溪仔内？你这到底是什么指控啊？你有讲你有礼貌？我讲的是不是事实？恁大家心内拢知影，恁敢嘛知影我的记忆足好个？围攻遐遐几个人，生得啥物模样，我全部拢记得清清楚楚。我妈妈还别人，把因的面容拢全部画出来，已经布线去掠因的人啊。等佮掠到因的人，咱就等你开奖。到时是你，还是你，还是你？是想到头奖，我一定会感动。加上迄个枪支，对我心中明显背，所以我这条命，才有法度保掉的。啊，加上霸天天顶有够保庇，所以才算我特别想要找死。我想霸应该嘛袂同意。妈，所以你千万要记。以后就算你伫个棺材内底看有人倒咧遐，你嘛唔通凊彩就抱咧哭，因为倒咧内底人绝对就是我的。但是要想吼，开钱买尸体，某种想法你无法无天啊啦！副会长，这场意外刚真正是你设计，你刚真正亲像会长讲的，是为着要霸占织田集团。你的手段这么恶毒，到尾除掉你自己的情人囝，你安尼做，敢对得起老会长啊？